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小明。昨天特意过来打了不，就是为了抽今天那个龙王坑呢、啊，念念不忘的龙王坑。我们上一次来这边的话太惊险了，然后今天过来的话，我们特意带了一连鞭炮过来，好个彩头吧。阿峰，点炮，开烧，干的。还以为你今天不敢来了，啊？我真的有点不敢来。他跟我说今天风平浪静的，我才来。那台子怎么打？哇，上一次在这边真的被吓死，抽到一半去翻山越岭的去找小米，原来他躲在那个码头里面避风，害我们三个担心的要死。实在太大了，迟迟不敢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边浪确实大，今天。平浪静的，这边浪还是这么大，太吓了。不过今天应该还没事，小明带你来发财了，怕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我刚才那边倒的螺井很多了，等一下那个抽干了，我在里面池里面。我今天发什么财？我今天就挖点石鳖试一下，因为我这个人很懒，这个都不想做，这个很难做的，要拿去高压锅煮一下。和锅料还又要70-80的，所以都不喜欢挖这个。这个很好吃的。这个拿去炒芹菜很好吃啊，我就上次去排档吃的很好吃，所以今天想试做一下，试做起来很麻烦。石鳖要挖的话，到处都有。开抓！开抓了！现在高的地方先抓，那边还在偷。哪里？高！嘿，打过了。这个三米多，哎呀，哇，来了，在这边了。怎么了？看你这种，哇，都在这里了。进餐了，哦，来了，就是帮你提走，快点，这边也小了，这个海鲤鱼你看，这个肉嘟嘟的，这个太小了，对，这个水就没了，我们这边干了，上面就现抓，底下还在抽，石头搬呢，搬得过来吗？没有缝的，搬得干嘛？你这没有缝啊？没有缝。小明喜欢。把力气拿出来吧。小明喜欢钻缝。你这没有缝就没必要搬了、啊。嘿嘿，能不能抓到大的、啊？这个老等鱼啊，最近这个海鲤鱼啊，肥嘟嘟的。龙虾。两条。哦。这里哪挂了？发现一条龙虾，哎，这个太大，大哥级别的，里面打花了，哇，十几公，小金鱼就过来了，这个大，大的不比，张牙舞爪的。黑掉，来了，凶猛大黑掉，这个不大。现在是上面的水沟全部都干掉了，就剩下一个那边一个最深的了，要等那边抽干。那边现在两目大的地在那边抽，
最深的，我们这边上面抽下差不多就一个人那么高了，那边的话30米吧，太深了。让他个龙王空，哎，啦啦啦，哦，来了，来拿去。这边那个，这就是我们昨天那个打的饵料了，它那个没吃完。红斑桂鱼，哦，红斑，这是小红斑，对，小红斑，这个按秒买的话，一只也可以卖几十块钱了。好了，不管它了，一个石头，一条红斑，值的。来了，还有撸撸，还能是不是？抓着，还不抓？抓到那边去，抓到上面去。我先到，到了那边的水道里面去。OK， 差点，OK， 够紧，一条就抓一组了。哇，那边还有只，我看。哦，这给他这过得一夜，很久没有这么爽了，搞大的才过瘾。OK。这边拿陆地来这给我可以谋划呀，一条一路一条一路 OK， 红斑坑就是不一样，要搞就搞大了。对，今天大家好像是什么鱼，红鱼，红骨鱼，红骨，对，哦，咱们猪的腿腿了。来，这底下我提前看见很多条十九公。你要的十九公拿来干嘛？
天天抓，现在来，今天不要了。十几公，除非大哥不帮你养。你带货就嫌弃一下。现在那边十几公还棒棒棒棒棒，拜拜老魏。下面好像有个面包蟹。哇，这边螃蟹很大，这边哪里？这是什么？哦，面包。这边有个面包，你看一伙的，两个，一伙的，一对的，一共有五个呢。对，另外不管了，还是不管了，抓鱼要紧，办正事要紧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湿汗流湿了，还是被鱼给打湿了。反正我就是带劲，哈哈哈哈，看鱼握吧，哇，加了力，加了大心，哦，来呀，哇，拎出来，拎出来，还有这个，哇，哎呀。这条肚子能不能那么大？可以啊。啊？那是不是怀孕的？跑吧跑吧。啊？跑不动了。加固的。快点，要不要放了？放了，要不然死了，要放干净。十几斤啊，我呸！要放干净，放干净。那赶紧啊！走不动，全部摸，全部走不动啊！真的是大肚子吧？你放了，放了吧。走。什么？这鱼？那这车的，他活了，把它抬到那边去。这鱼这么大，也不知道怎么吃。检查的到不到位？是不是怀孕的？是，对，大肚子。抬到这边来。要不要抓去医院做个 B 超？B 超，做个 CT 呀！去吧。啊，阿伯，抬过去。抬。放了。这个有举的是吧？现在产卵季节，现在禁欲期啊。产卵季先要放干净了，要换身。没办法，大肚子的那就直接拿去放喽，外面去生孩子了。希望他能够宝宝生多多的，来，麻烦，去，走吧。希望来，今生永不相见。这是我们剩下的还剩这么多，然后那个，这是。老婆大人挖的螺，还有这个八爪鱼一个，那差不多了。今天的收获还可以，心心念念的龙王坑终于盘了它了，晚上可以睡个安稳的觉。下个目标就是帝王坑了，要盘就盘大的。Yeah， 走了。